自己，他可以是怎么样的他。两个人因为这样子而感觉到幸福。在一起。哎呀，我觉得所有男人都恨死我了。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都不太喜欢男的比较斤斤计较吧。哄女生啊，哄女生说实话我不是很在行，但我觉得我比较在行是不要惹女生生气，就你不要到哄这个阶段。我觉得应该说刚好最近被问到的话题都好相似，然后当然也加上我身边的非常多的艺人好友也都在经历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不停地被问到就是婚礼的话题。这一直对我来说婚礼、婚姻、结婚、婚纱这些东西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真的越参加越多，红包包的越多，看到的越多，回望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的确有一点点受影响。原来我觉得我也是很在乎自己是不是可以跟他们一样是一个幸福的新娘。这件事你还在工作，但人家正在被保护被疼爱的时候，相比之下我们当然是希望当那个在别人肩膀之下的那个女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应该算是我蛮意外看见的一个养成。嗨，哎呦，外面好冷啊，我赶紧进来。黑色白色黑色木头金属木头中餐西餐中餐海边森林海边啊，这么可以开，这也太多了。城市乡村城市热闹安静，哇，热闹安静安静，冷热啊，冷跟热太难了啊，热裙子裤子啊，裤子、手机、钱包、手机、狗狗、猫、狗、巧克力、草莓、巧克力、对咖喱饭、牛肉面、牛肉面、毛衣、羽绒衣、毛衣、韩国烤肉、日本烧肉、日本烧肉。水煮蛋、荷包蛋，被发现我的拖鞋啊！水煮蛋、荷包、水煮蛋，冬天、夏天，冬天好了。双眼皮、单眼皮，双眼皮。吃饭、睡觉，吃饭。越南河粉、日本拉面，日本拉面，咖啡茶。茶，青春智慧，智慧，红酒香槟，红酒，按摩运动，哇，按摩运按摩，小孩宠物，宠物，温柔抒情，开朗阳光，开朗阳光，大叔小鲜肉。
叔。没有异性缘，没写。没有异性缘。跑步瑜伽。厕所。跑步瑜伽，瑜伽。明世锅，部队锅。明世锅。好的，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做运动的一些心得。就是呢，我最近一直在做重训，重训在于是让你的肌肉越来越大，可是脂肪越来越小，消耗的是希望是脂肪这样。我觉得除了运动，还有饮食的控制很重要，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吃什么。大家会看到我桌上有地瓜，那地瓜其实我平常如果是没有时间自己煮五谷米，我才会选择，因为这是便利商店最快速然后最好的有纤维质的淀粉类。以桌上来说，你现在看到的其实是蛋白质居多。蛋白质是什么？就是无糖豆浆、鸡胸肉、蛋本身，这些都是蛋白质的来源。通常是你体重多少，就是要吃多少公克的蛋白质。这样对于我现在有在做运动的人，这些蛋白质可能还不够，我可能还需要再多一份肉类。这样大家会觉得啊，那我吃蛋白就好了，蛋白有蛋白质，蛋黄什么胆固醇啊，脂肪过多，其实真的也没有这么严重，除非你本身身体有些疾病是不能吃蛋黄的。但是其实像正常的一颗蛋是八公克的蛋白质，如果你只吃蛋白的话，蛋白大概只有两三公克，其他全部都在蛋黄里，所以你其实多吃蛋白累积蛋白质是很少的。然后为什么要吃蛋白质这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是蛋白质是长肌肉，然后当你的身体肌肉越来越多的时候，它看起来就会越来越瘦，肌肉越多脂肪就会越少。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要减体脂，就是因为要把身体里面的脂肪给去掉，去掉之后呢，你的肌肉才有空间长出来，所以才要运动。你只要吃得健康，你一样可以吃得很饱，对身体很好。所以我觉得都是环环相扣的，运动控制饮食，你就会有非常好的身材。
尤其在山老师后，当我最茫然的时候。